这一杯，敬于兄和死去的师兄妹，愿你们泉下有知。而这一杯，敬过去的自己。从前的赵怀安已经死了，现在的我，活着就是为了完成你们未完成的心愿。你只记得你那些死去的兄弟和女人，那我呢？我活生生的站在你面前，你不应该敬我一杯吗？从大漠一直追你追到中原，好不容易找到你了，你却要去跟什么曹少卿决战，这什么仗啊？非得要打？什么样的仇一定要报吗？嗯，你说过，乱世莫诉儿女情，其实是乱世儿女情更深。公公，督主300里快马让我们赶快回京，不要逗留在此地了。你们只管回京吧，不要因为我自毁了前程。你们回去跟督主说，若不把赵怀安带回去，我这一辈子也不回白虎堂了。公公，我心意已决，不要再劝了。是。早就放下了对师妹的那段感情，我不敢接受你，是因为我不想你再扶他们的后尘。我是一个不祥的人，跟着我只会给你带来灾难。落风飞沙，映红霞。英明展翅，无归家。我曹少卿一生对朝廷忠心耿耿，日月可见，没想到被奸佞小人所害，落到这步田地。
你终于来了。你我各司其职，我能理解你效忠厂卫。可我身后代表的是千千万万的百姓。赵某以为，国者乃百姓安居之所，朝廷乃至国权柄者。你身居要职，难道你真的愿意看到忠良惨死，变为厉鬼，百姓？ 沦为牺牲品吗？以我一个人的力量是扭转不了局面的，反倒是你，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今日一战，不为朝廷，不为江湖，只为我自己。你杀我这么多师兄妹的性命！ 还有我的好兄弟于海，这些新仇旧恨，我该跟你有个了断。没错，确实应该来个了断。啊，
把藏宝图交出来，就放你们一条生路。藏宝图我早就烧了，有本事来杀我！师弟，我们都是同门，你们却连小师弟都不放过，我今天就与你们恩断义绝！ 赵某有要事在身，姑娘保重。你把笛子留给了我，没有带走，那就证明你对我是有情有义的。你说，看到笛子就看到你。可是今天我还活着，我发誓，我一定要找。 不会再让你一个人孤单寂寞地走江湖了，我要跟你在一起。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的救命之恩，还有你义无反顾、充满正气的脸，这才是让人敬佩的真英雄。 今天进的货真不错啊，还真是的。洞主。
末将查阅了所有的卷宗，终于被我查到了当年那一支胡人商队。啊，是吗？千真万确。请看，他们的领头人叫巴特尔，每年他们都要入关两次，目的是低价收购茶叶和丝绸，然后高价卖到关外去。这一次。 他们又来了，你就这么肯定？这一批人就是20年前，在赵怀安闯关那天出现过吗？当年，末将只是一个普通的守城士兵，但是曹公公和赵怀安打斗的时候，末将亲眼目睹，这伙人还没有等到开箱验货，就逃之夭夭了。这个商队的首领是谁？ 你还认得吗？来来来来来，来呀买上，喝啊！干了！老板，拿出马桶，来了！你再马上，来喝！是，吃菜。我跟你们说啊，那小子别提多棒了，真是出手不凡呐。 把那些官兵啊，打的是屁滚尿流。让开！哎呀，真是啊！哎，跑！给我抓起来！是。 东厂督主万公公在此，还不赶紧见过！小民巴特尔拜见万公公。你就是那个胡人商队的首领？大人，我是良民呢，我有讨商的准许证。你们为什么要抓我？我到底犯了什么罪？ 起来吧，你不用害怕。本督只想知道，在20年前，你是不是送过一个汉人的孩子出关？20年前的事情，我不记得了。如果你跟我说实话，本督公在这儿向你保证，从今天开始。 你跟你的商队在京城里可以畅通无阻、自由贸易。如果你不讲实话，今天你和你的商队就别想活着离开这里。我说，当时是有一个戴斗笠的男人，说要跟我做买卖，还给了我一袋金子。 要我把一个藤盒送到关外。藤盒？那里是什么东西？是不是个婴儿？是。很好。你们干什么？哎，你们干什么？啊！
都主。恭喜各位内侍，你们顺利的通过了文试，才赢得了你们腰际的这块令牌。不要以为你们这样就可以顺利的进入我们西厂的门户，接下来还有下一轮的考核，第一轮要比试你们的武功和骑射。第一组比赛准备开始。有点意思。叩见督主。听说东厂对你们之前的表现评价都很高，但在我的眼中，你们这些小太监的资质良莠不齐。现在轮到第二轮比试，你们捉对比武。遵命。恭喜督主，今日在西厂教场考核的那批新内侍，与公公不但顺利地通过了文武双试，而且独占鳌头，尤公公对他是刮目相看，赞不绝口啊。从我这儿出去的人个个都是人中吕布，马中赤兔，这羽化田还真是得到了我的真传。那是，哎，尤公公为了更好地考核他们的能力，给他们安排了一项最新的任务。果真如此，是，真是天助我也啊！如果尤家派他们出城，我便可命羽化田帮我顺便铲除万马堂，而不费我东厂的一兵一卒。督主，您真是高啊！你们都通过了最严峻的文考和武试，我准备将你们都纳入机场最精锐的部队。今天我要给你们一个重要的任务，30天内来回。
到关外草原，把你们见到最粗壮的鹿角带回来。奴才遵命。等这一趟结束啊，我就可以收工回家了。兄弟，嗯，你真回去？我还有两趟买卖，你干不干？哎呀，我跟你说啊，钱当然是要赚的，不过我都已经出来三个月了，我得回家看看我家少爷。你不是很讨厌回万马堂吗？而且，那个马夫人一直很刻薄你。再说了嘛，你家少爷都那么大了，还需要你照顾吗？哎呀，我知道马夫人一直看我不顺眼。可是你知不知道，我和少爷可是从小一起玩到大的好兄弟呢。我这次赚了钱啊，可以买件宝贝送给他。那你真不干了？哎，不干了，不干了。哎，羊肉烤好了，快吃，快吃。少爷，真不知道你最近过得怎么样了。不过，我更想念师傅。真不知道这辈子还有没有可能看到他的真面目。余兄弟，我们大伙儿买了些酒，过来一起喝吧。好啊，来来来来来，哎哎哎，来来来来，给余兄弟马上，来，哎，马上马上。余兄弟，这么多兄弟，我可最看好你，你为人谦和，武功又高，所以我们想推举你当带头大哥。对，是啊，大家都是好兄弟，不分你我，只要能完成最后的这个任务，以后咱们就都是西厂的人了。好，对，来来来，西厂，干干干。好酒，好酒。可惜啊，我们都是太监。如果是一支正常的部队，那就有一种逐鹿中原的感觉呀。宇兄弟，以你的身手，如果到了关外，这最大的鹿角非你莫属。对，嗯。可我从来没有猎杀过活物啊。怕什么呀？你武功和剑法都那么高强，一定可以的。你是怕杀鹿呢，还是怕见血？我们杀的只不过是一头鹿。锦衣卫说，如果我们想立功，早晚得杀人。对，那是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喝酒。哎，陈公公，陈公公，陈公公。督主这次派我来。是想给你们一个提示，鹿角不一定在草原，而是在龙门关附近的万马堂。啊，万马堂！督主命令，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，一定要拿到最大的鹿角回来。刚才在里边说的事都听清楚了。万公公，
让我交给你一个锦囊。这次任务改变不是尤家的主意，而是我义父安排的，对吗？公公的意思是，不光是万马堂，还有这里头的。就你一回，有水吗？给我点水。客官，我们是从京城来的商队，要出发去关外，没想到却迷了路，能否在此借宿一宿？夫人，京城来的商队都已经安排好了。这的确是京城的官银，不过凡事都要小心，好好招待他们。是。娘，外面有客人来了，是不是胡忠玉回来了？你整天惦记那臭小子，枉费了我当年收留了他。可他把万马堂当成了什么地方？要来就来，要走就走。娘，我不管，他是我安达，我倒要看看究竟是什么客人，问问他认不认识胡忠玉，知不知道他在哪儿。你，这一路上还吃得消吧？哎，这还是第一次来到沙漠。各位大爷，这是我家夫人为你们准备的酒菜，请随便享用。谢谢，等一下，来，坐，多谢夫人招待，谢大爷。这美酒是我们从京城带来的，你们也尝尝吧。给我一点，谢谢。喝点。各位大爷，我听说你们是从京城来的，没想到你们那么年轻。这位小哥，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们？我们是第一次出关经商，初到贵地，还请多多包涵。好说。那你们这次走来，有没有见过一个高高瘦瘦、胡子拉碴的男人？他跟着胡人在干活，他叫胡忠玉，是我安达。没看见，那可能你们没注意啊。不过没事，如果你们在这道混的话，早晚会认识他。在这大漠里，几乎所有的商人都认识他，他头脑又精明，身手又好，所以很多胡人都会雇佣他的。那我就不打扰你们吃饭了。来，吃。那么大的万马堂，怎么连一只鹿都没有啊？别说鹿了，连个鹿头都没见。可都主却说，
最大的鹿头是在万马堂，这个会不会是搞错了？万马堂那么大，我们去哪儿找啊？咱们分头行动，先摸清楚地形，不要轻举妄动。我们从来没有杀过人，难道这次我们真的要杀了他们吗？别说了，吃饭吧。吃饭，吃饭，吃饭。哥，真够累的这一趟。喝，来来，喝喝喝呀！干干干干干干！走。什么？快折了。哎，吃肉吃肉，来来吃，再吃菜，吃完了咱们赶紧睡觉。儿媳妇，来，给我一个。来来来，喝喝喝呀！兄弟，醒醒，该行动了。兄弟，万国公的药，药性这么厉害，全变成野兽了。
义父，你交给我的任务，功败垂成。万马堂唯一留下的少爷，被一个人给救走了。